在学习做有机农法的稻子种植，就是现在目前全职就是一个农夫。这个生活是真的是会是我想要的吗？我没有谈恋爱，我没有时间谈恋爱，每天都跟稻子谈恋爱。很舒压的感觉，就是可以放空，然后你在那拔粉刺那种快感。至少我来这边以后，我觉得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是很快乐。可能我有常常想过啊，如果我现在居然在台北，我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还是就是一样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。或许可能因为在台北当业务当久了，就会觉得，跟人家聊天好像都是有目的。但是在这边，我觉得就是试着去把自己的心情放轻松。真的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我觉得就每天就会想要早上起来，就是真的很想拿去冲浪啊。然后下班以后就很想要赶快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暂时目前应该是3年之内都会很喜欢吧？对。